边都是养殖，哈、哦，哎，好，阿兰进向前看哈，这叫个园区，啊、哦，在水上飞机的是，这个是屏东管教务开千万。去的哈，这个就是仿二次世界大战的运输机来去的。为什么要去这个呢？因为这就是在原来讲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哈，啊日本人来占咱台湾对吧？哈，啊世界大战伊就是要共攻嘛哈，啊要向人攻的时阵，在咱家设一个水上飞机的飞机场，这也南靖基地。为什么要伫遮设呢？因为咱大鹏湾湖面532公顷多好做的飞机场，水上飞机的飞机场。啊，这风运输机者，迄阵吼，伊叫做飞行艇，唔是叫水上飞机哦，伊叫做飞行艇。啊，伫迄个当时呢，咱台湾四季拢总有，吼，因为是日据嘛，哈，啊，四季拢总有。啊，伫咱在地遮呢，伊号做湘西啦，当港遮号做湘西啦两个字，哈。啊，若去到后尾，伊嘛叫做湘西啦。啊，去到台南较古锥，叫做红蜻蜓。吼、哦，红菜米啊，去到台中嘞，或者香港啊，两支讲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同样的东西，在不同地方会有不同的说法。好，啊，咱今安尼看伊看的这撮吼，伊、是海埔新生地，日据时代吼，我是讲伊来遮设一个南靖基地，啊，基地设好啊吼，啊，兵哥要住倒位，啊，看起来拢总好地段吼，啊，伊就就会带海沙去营区。盖营区哈，啊，最靠近48公顷的营区，但是雅姑哈，但是他很快他就战败哈，啊，战败以后呢，一再没造伊嘛不爱劳火力，所以呢用炮，用炮不是炮，我顶下讲炮啊，用枪哦，用炮哈，啊，甲嘣嘣诶，所以一进海底，咦，我台语无盖好，我讲炮啊，啊啊炮是冲天炮呢，哦，不是，是炮哈，是一两炮。煲落去，所以真侪海底拢总是啥海水，真野久的下底拢海水，啊尾后呢，吼、哦，啊咱。